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nder。最近不知道为何，垃圾广告都没推送给我，那就简短介绍两款小游戏吧。第一款是《带着人生去修仙》，这款当初因为名字很特别，上架前我就有关注过，也想说是不是什么换皮游戏，结果实在太冷门，上架后就被我忘了。而 Google 上架的这间繁华 Games， 我并没有查到任何资讯，个人推测应该是中国厂商，而且 FB 也没有什么相关资讯，感觉未来随时会跑路，氪金前请谨慎思考。游戏为卡牌结合经营养成的放置玩法，画风为二次元古风，有点类似像低配版的花艺三，例会方面还行，但却又没有花艺三让人觉得惊艳。整体的剧情文本含量蛮大的，也是这款游戏的唯一的可玩点，主线大部分都有配音，就连旁白都有，真的蛮令人意外的。本来想说开自动放着当有声书，结果这功能竟然会提早把对话给跳掉，如果想完整听完的话还是得手动操作。而如果你不想看剧情的话，这款游戏就完全不适合你了，因为其他内容并没有什么好体验的，例如像战斗玩法非常的简陋，跟美术表现出来的水准是完全不对称的。像花衣山虽然是大头娃娃对决，但至少表现起来还是可行的，这款就完全不行了。而其他就是不断的升级，像是修仙、花花草草、采集等，就是哪边需要升级就去升，乏味且没有意义的作业体验，而且点击起来有点卡顿。整体看得出来这并非出自大厂的作品。而另外一个优点就是界面还算干净，没有各种广告烦你，但就真的挺无聊的。第二款是猎之森林，为放置模拟经营类型，开发商为中国的24工作室，市井为5人的小团队，美术画风就是这种小巧的可爱路线。这类游戏需要对一下电波，就像是当初的旅行青蛙或者最强瓜牛，喜欢的很喜欢，不喜欢的就不喜欢，但通常都不会玩得太长久，毕竟游戏性的上限摆在那。主要的玩法就是收集跟互动，透过种植、制造、贩售等来维持游戏内的运转，每推进一年就会解锁更多的功能，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，几乎没什么氪金点，靠看广告就可以获取很多资源了，非常适合轻度的休闲玩家。结论，本次就不下结论了，希望最近台风天各位外出小心，平平安安。最近龙族拼图联名了海贼王，终于啊，真的是又完结了一个有生之年系列了。从开服以来，应该很多人的碗都敲碎了，我还以为这辈子看不到他们合作了，所以我这次也直接 all in 石头给他抽爆。虽然差一个布鲁克才全员到齐，而正当我这么想，在最后录素材的时候，居然把他也抽出来了，真的是太神了。不过真的也是蛮开心的，也让我难得想回锅玩上几把，但我真的太久没玩了，很多配对机制都搞不懂了，看来龙族拼图还可以再撑个10年不倒啊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Vinder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